有一次在后台的时候，就是我跟阿德，还有贺龙，然后他们两个在讨论哪一排的保险套比较好用。宋俊德就说他觉得丸龟很好用，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就听到讲说丸龟不是卖乌龙面的。他说丸龟003很好用，我说有卖那么细的面吗？我有听过极粗面，我没听过极细面，你知道？然后我后来我就去到我就是那个松烟成品底下，那就叫丸龟嘛。然后店员都是摆在水面，哎，先生，大碗还是中碗？我那个003。到后来给我份3号餐，你知道吗？面见咖喱乌龙。